会这样啊？每次呢，我都跟大夫想要坐在一块儿的时候，每次都有人想要过来跟我借手机、借本子、借书啊，等等等等。好的，这个没关系的。他们每次都不一定会这个时候来。哼，啊，这个肯定就是我最后一次借他们这些东西了。每次他们都不会自己去找，或者跟他们都没有。我又来喽。行，汉娜，汉娜，我需要你的这个笔记本一下，快点借给我。啊，拜托，拜托，你们现在又不用，借我用一下嘛。哦，你怎么可以直接这样到我的房间里来，然后就拿我的东西呢？我们那个还要呢。哦，不是吧？反正你们都不，现在都不需要，借我用一下吗？哎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每次就直接闯进了我的房间，真的是这太过分了。哼，哎呀，但我的弟弟每次都是这个时候。那我现在我想要带上，那我们去吃一点东西吧。我们到楼下可以去拿一点饮料，然后去看我们的电影。好了好了，嗨，阿姨好，嗨，戴夫，我还真开心你每次都能跟我们家的汉娜一块玩，好吧，那我看完这个电影我要跟你说，我们这个电影还是有一点点的害怕的，好啦，我们这个小的兔子，那我要带你的小兔子到出去玩一下哟。你又在我的房间干嘛？我想要玩一下皮亚。我觉得皮亚特别特别的可爱。这个是我的小兔子，拜托，你们怎么都是这样一个一个的，没有经过我同意就直接闯进了我的房间，然后想拿我各种各样的东西，又是我的手机啊，又是我的电脑啊，现在你还要动我的小兔子，快点快点，走开走开。哦，拜托，汉娜最近是怎么啦？什么东西都是要，每次都是说这是我的小兔子，这是我的小兔子。哎呀，我发现我的这些兄弟姐妹真的是特别的讨厌，她每次都是过来跟我要东西，然后根本就不经过我的同意，直接就到了我的房间。还好还好，你自己是独生子，然后你都不需要考虑这么多。啊，没关系哦。但是其实有的时候，你实在不想让他们拿的话，你可以把你的东西给他锁起来呀。好吧，戴夫虽然走了，但是我觉得他说的这些话还是挺有用的。我可以去问一下叔叔，看看叔叔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把它锁起来呢？嘿，叔叔，叔叔，是我，汉娜。我是需要你的帮忙，我想要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能把我们这个给它锁起来呢？我觉得这个可是真的挺好看的，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哦，我也是这么觉得，啊，我现在得赶紧把我们这个房间门给它打开来，让叔叔来的时候能够进来，这样就不会吵到我的爸爸妈妈，我一定要小心一点，好了，叔叔叔叔，你过来吧，就在这边，抱歉，但是我觉得爸妈现在不想被打扰，你可以直接到我楼上来哦，我有事情想要找你帮忙。好啊，没关系。那我们可以来这边看一下。爸爸妈妈肯定不想被你打扰哦，所以你最好现在不要跟他们打招呼。我们到时候可以再说。也就是说，小尤啊，还有艾玛经常到我的房间里来，然后他们总是会拿我的东西，然后会借我的东西使用啊。但是我有的时候不想呀。好吧，那这个是给你的一个新型的一个巨型的保险柜，你可以把你所有的东西呢都是放在里面，甚至呢你自己也可以坐在里面，然后就不会受外部的打扰啦。哦，太好了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就再也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了，我可以在里面安安静静的待着，然后是属于我自己的空间。好了好了，那如果你开心的话呢，那我也会非常开心的。好了，在我忘记这件事之前呢，你最重要还要记到一个，就是你的一个密码。然后这前面呢，就是它的密码的设置区。它原始的密码呢，是一朵云、下雨的云和阳光。你想要给它设成什么样其他的密码吗？我想要把它变成火焰和钻石。哦，好的，那你这个密码呢，千万不能告诉其他人哦。叔叔，我觉得这个超级超级酷的。哦，你这个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我觉得超级超级酷的。
啊，没关系啦，能够帮助你们实现一些你们的小愿望，我也会非常非常的开心的哦。好了好了，哦，我都不知道，这么大的一个保险柜，我从哪里才能进去呢？这是什么？哦，太好了，我终于是有我自己的一个房间，有我自己的一个空间了，没有人会来打扰我，特别特别的棒。哦，汉娜，你在那里面干嘛呢？哦，他一个人在那里面干嘛？他怎么可以一个人坐在那里面？我觉得他可能是不想让我们打扰到他，所以他才一个人坐在那里。然后他这里面肯定有他自己的一个密码，然后这样的话呢，就没有人能够打扰到他啦。对啊，这个就是我自己的一个保险柜，我可以把它们锁起来，这样的话呢，你们就不会再打扰到我喽。哦，我知道啦，你这个肯定是。想要自己待在这里吧，小游，你到底在干嘛？快点让我出去，快点让我出去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就 check 就放在里面喽。快点，怎么可以让我这样？拜托拜托，让我出去，让我出去。好喽好喽，谁让你每次都不让我们知道呢？你每次都是这样。拜托，拜托，让我出去吧，拜托了。汉娜，你每次都是特别的小气，我们跟你借点东西，你都不让我们去借的。我不知道了。拜托，拜托，你们快让我出来吧，我保证下次还会借你东西。那你这是想要出来的话，就得告诉我们你设置的密码。那好吧，那密码就是火焰和钻石。典型的汉娜才会设置这种密码。好了，现在我根本做这个就没有意义了。我觉得这个还是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想法。